我练习了2年半，结果被游戏女反派拉进虚拟世界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居然魂穿到了一个女人体内。看着眼前白花花的一片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这里怎么是浴室？这是旁边响起一个妹子的声音。雪莱，你是不是傻了？快来给我搓背，搓背！什么鬼？看着一旁的妹子，我好奇的询问：“你是不是秋雅？”听到我的话，妹子也是显得十分震惊。她走到我的面前，摸着我的头问道：“雪莱，你怎么了？该不是水太热把脑子泡晕了吧？我不由得心神一颤。雪莱，这不是游戏里的大反派角色吗？而且这个游戏不是停服了吗？难道说这里是阿诺德学院？”带着这些问题，我开始打量起自己。我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好家伙，还挺有料，忙着自嗨之余，我突然发现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。忽然，我脑子微微一涨
林恩扭过头去，不停地道歉。同时他还让我赶紧穿好衣服，他要和我谈一谈。好家伙，你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去找你的。正好我也要和你谈一谈。我缓缓从浴池内走出，捡起地上的粉红胖次和女仆装束，熟练地穿戴好。 并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秀发，不得不说，女孩穿衣服真是麻烦。我走到林恩身边，对方刚要开口，我便打断了他。等会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数一二三，我们一起说。下一秒，我俩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雪莱，我和雅是真心相爱的，你为什么这么极端对她下死手？”话音刚落，林恩一脸懵逼，可我却感觉十分尴尬。当初玩主线剧情的时候没发现台词这么尬，现在从自己嘴里说出来，有种社死的感觉。但林恩却不知道这些事情，他以为我对他施展了读心术，当场抽出宝剑就要将我正法。我一看，顿时就慌了：“你玩真的呀？我才刚来呀，本着打不过。” 救狗的原则，我直接先躺为敬。不等林恩近身，我便假装晕了过去。这时雅也穿好衣服走了出来，在看到躺在地上的我之后，他担心的叫了起来：“林恩，告诉对方，他根本没有碰到我，我就直接晕了。”但这样并没打消林恩对我的怀疑。他叫来哥布林用担架把我送进地牢，迷迷糊糊中我就睡着了。正当我熟睡的时候，耳边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：“宿主，请醒！您的情绪收集系统来了。” 穿越带系统，这不都是机操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慢慢坐起身来，准备研究一下这个系统。而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淫荡的笑声：“兄弟们，咱辛苦把他抬进来，是不是该爽一爽了？” 我穿越到了一个女人身上，开局一群哥布林就想占有我。尽管我的思想是个男人，但也绝不允许对方肆意玩弄我的身体。哥布林将我逼到墙角，我焦急地让系统赶紧想办法。系统提示他收到 NPC 的7点色域情绪点，情绪点可以抽到具升级技能。此时，三只哥布林如狼似虎般的朝我扑了过来。我顿时慌了，这个时候谁他喵的还有时间听系统介绍？我让系统赶紧给我随便来个技能。系统让我选择抽奖，随着摇奖机一阵晃动，一条雷电形成的龙出现，恭喜宿主抽取技能雷龙，已同步至宿主体内。此时我的已被哥布林扑倒。 我夹紧双腿，守住最后一丝防线。突然，我感觉到体内发生了变化。我大叫一声，雷龙技能瞬间发动，恐怖的雷霆布满房间，直接将三只哥布林击飞出去。我整理好衣服，慢慢站起身来。他喵的，老子说了我是男的，我手握雷霆之力，走到哥布林面前，老子要报仇，让你们刚才压我。 雷光充斥着整座房间。就在我暴揍其中一只哥布林的时候，另一只拿着石头想要偷袭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转身就是一记饺子开线筒，放倒了第二只。我朝着最后一只走去。今天我倒是看看你们的昆巴到底有多大。就在我暴揍哥布林的时候，地牢的走廊外出现了一个男人。我闹出的动静引来了他的注意，他走到我的房间门口，大声询问：“雪莱，雷龙是谁交给你的？”男人的出现让我心头一震。“你好，阿诺德院长。表明我嘻嘻哈哈，其实我内心慌得一屁。”他打开牢门朝我走了过来。“你可以选择不回答，但老夫其实很擅长拷问的。”对方的话我。 我是一点不会怀疑。阿诺德院长也是雅的父亲，同时也是光之魔法大陆游戏中的战力天花板，但盒饭领的很早，属于耻辱型高开低走 NPC。 不过最让我担心的是，对方的人设定位可是老色批啊，难道这次我真的要栽在这里吗？ 我转身成了女人，还没来得及自嗨一次就被抓进了地牢，甚至连哥布林都想占有我。阿诺德质问我为什么要刺杀他的女人，而且为什么会雷龙技能。面对这些问题，一时间我也是有些头大。就算我了解这款游戏，一下子我也回答不上来。见我迟迟不肯开口，阿诺德准备对我上刑。这时，一旁的哥布林跳了出来，表示他们也要参与拷问。我他喵的心态崩了，一边是老色批，一边是小色批，难道今天真的要失身于此了吗？ 哥布林步步紧逼，系统提示再次检测到7点色域情绪，可他喵的，现在我要这些有个鸟用。为了我纯洁的身体，我大喊一声全招了。阿诺德这才让哥布林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事到如今只能全盘托出了。我抬头看向阿诺德，淡声说道：“我其实是恶魔，是某位大人的侍女，来到阿诺德学校是为了找到主人失散多年的孩子。”我的主人名为海德利，听到这个名字，阿诺德也是心头一震。海德利这个名字很少为世人所知，人们一般会称他为恶魔之王。亮出底牌之后，三只小嘎嘎哥布林顿时慌了，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。 恶魔之王得罪了我就等于得罪了我的主人，但阿诺德却是满脑子想着对方的罩杯。我一脸无语，这种事情连我一个变态都觉着变态。阿诺德解释说，海德利是他的师妹，而且他结婚和自己也有关系，因为他告诉对方自己喜欢人妻。听着对方的解释，我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。
阿诺德一脸痴汉的跑到我跟前，不停询问：“海德利还好吧？这么多年没见他，还是 F 罩杯吗？更年期过了没有？睡相是不是还那么差？这他喵的都是什么狗屁问题？玩游戏的时候怎么没见过？”然而就在这时，走廊内飞来一只蝙蝠，它静静地落在一只老鼠旁边。老鼠以为是他表哥来接他了，但下一秒直接被血光贯穿身体。阿诺德大人，你终于露出犄角了！一个阴森的声音从老鼠尸体下传出，我和房间内的人都是心头一惊。只见尸体下方一片血红，无数的蝙蝠从内飞出，慢慢的他们纠缠在一起，幻化成一个男人的身影。阿诺德大人，和恶魔勾结，这可是重罪。如果你变成女人，你是让自己先爽，还是宿舍的兄弟先爽？牢房里的四个色批还没解决，牢房外又来了一个，七大理事之一德古拉。不过阿诺德也不是一般人物，面对对方的出言讥讽，他冷冷回答：你以为凭你德古拉的小把戏能绊倒我？你是不是有些飘了？需不需要我帮你温习一下吸血鬼的弱点？德古拉自认不是他的对手，但他表示这次他们可是七大理事一同出手，只要他拖住阿诺德片刻，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听闻此话，阿诺德当场震怒，七个，老子能打十个。金光爆射直接将铁门炸开，浓烟之中一道黑影闪过，对方居然抓起我就跑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德古拉刚才竟然趁机对阿诺德施展了梦魇沙漏，传闻出自血族始祖莉莉丝之手。沙漏启动的那一刻，周围的所有生物都会被强行拉入梦境，除非沙子耗尽，否则圣阶强者也无法挣脱。可是对方为什么要抓我？而且费这么大功夫抓我，我岂不是没救了？来到一个无人房间，德古拉直接将我丢在地上。现在其他的理事都在忙着对付院长，所以是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。听闻此话，我当场急眼了，我一个男的造了什么孽？为什么都想占有我？我捂着裙子让他不要过来。德古拉缓缓朝我走来，你真是海德利的仆人，我想和他做一笔交易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里居然有一点小小的失落。不过很快我就想到脱身方法，德古拉属于刺客型 NPC， 只要能够攻击到他的昆巴，一定会有奇效。这时，德古拉拿出一枚戒指，表示如果我能从中牵线，那东西就是我了。一枚小小的储物戒指，我自然看不到眼里，但为了稳住他，我还是耐心的回答：你也喜欢人妻吗？的确不讨厌。就是这么一个瞬间，我知道机会来了。雷龙技能凝聚在膝盖之上，我猛地顶住了对方的昆巴，然而一击下去，对方面无表情。紧接着我又补了两脚，对方仍旧没有反应。王德发，这是什么鬼？德古拉自信一笑，嘿嘿，这可都是钢筋铁骨，你知不知道，在游戏中，玩家们可是称我为钢板日川。如果你做了这样一个美梦，结果醒来发现身下这样一副场景，你会怎么做？话说德古拉在使用了梦魇沙漏之后，阿诺德便被困在了里面。不过这里并不是什么噩梦，而是一场美梦。阿诺德的师妹衣冠整洁，装备齐全地卧在床上，一声家里家气的师兄让阿诺德当场破防。面对地方极致诱惑的挑逗，阿诺德很快就败下阵来，他一个反手拿到主动权。就在他准备持枪跨马直捣黄龙之际，梦魇沙漏最后一粒沙子落下，梦魇结束，他喵的胯下居然是哥布林。阿诺德气得青筋暴起，他喵的，德古拉那个家伙就不能多放点沙子在里面吗？话说七里会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以防万一，还是出去查看一番吧。阿诺德脱困了，但我还被德古拉堵着呢。尽管我是女儿身，但我的灵魂可是一个十足的硬汉。面对德古拉的威逼利诱，我选择拒绝，同样这也彻底激怒了对方。就在他准备对我下手的时候，系统发来提示，检测到傲慢情绪，是否吸收？这他喵的还用问吗？赶紧给老子系！恭喜宿主获得10点傲慢情绪点，可以进行抽奖，抽取道具。恭喜宿主获得莉莉丝之血。见我一脸懵逼，系统向我解释，莉莉丝之血源于血族始祖体内，对所有血族相关的黑暗生物都有压制作用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莉莉丝之血兑换，我一脸兴奋地举着血瓶。见此一幕，德古拉也是害得冷汗直流，浑身颤抖。我一边把玩着血瓶，一边嘲讽对方：德古拉理事，你的脸怎么这么苍白啊？需不需要我帮你叫个医生啊？德古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很明显已经出不了手了。我拿着血瓶仔细看了一圈，这东西堪比圣水，对方只是看了一眼就变成现在的模样，如果浇到他的身上，那还了得。说着我将血瓶奋力丢了出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系统焦急地朝我发出警告：莉莉丝之血虽然可以压制血族，但同样对他们有致命吸引力，每个血族都渴望得到莉莉丝之血，因为它可以帮助他们进阶。听到这里，我的脸都黑了。这时血瓶已经砸到对方脸上，一股恐怖的威压从德古拉身体中弥漫，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怒吼，轰隆一声，浓烟将他包围。而此时的我已是面如死灰，完了，这次可算是 BBQ 了。我是个傻逼，竟把进阶药水丢到了敌人脸上。随着浓烟散去，本该进阶的德古拉竟然变成了一只胖胖的蝙蝠。我一脸懵逼，这时系统告诉我说，血族在吸收完莉莉丝之血后会进入休眠状态，进阶完成后才会醒来。我高兴坏了，原来我不是大傻逼，是个大聪明。我躲过一劫，但阿诺德院长可能就没那么幸运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七里会本该是在林恩和雅的订婚宴上发起总攻，并绑架了院长的女儿，导致他无法专心战斗，领了盒饭，甚至连我也惨遭七里会轮番玩弄。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，我必须要保护好院长的女儿。此时七里市的亲卫队队长赞恩正在地面上追捕雅。林恩作为学院的首席，虽然能挡住卫兵，但却挡不住赞恩，毕竟他才是青铜级别，而赞恩已经达到了黄金级，林恩很快就落入下风。这时赞恩命令手下前去抓住雅，
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手握雷霆从天而降，雷龙掠过，小嘎嘎们当场息内。看到雅平安无事，我激动的一把抱住他的大腿。对不起雅，我之前是被恶魔蛊惑才对你出手，我现在跑来救你了。我的突然出现把在场的所有人都整懵逼了。林恩还想上前询问些什么，被我直接打断。我快速的将剧情给大家说了一遍，表示现在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渡过难关。其实我是很自信的，因为我知道林恩的血脉之力一旦爆发，越级挑战也是很轻松的。这时赞恩走上前来，你们聊够了吗？真当本大爷不在场吗？一股滔天气焰从他体内爆发，我的系统也在这时提示检测吸收到大量愤怒情绪。林恩持剑上前，雅在身后辅助，再加上我的帮助，青铜级的林恩可以爆发出白金巅峰的实力。可即便这样，在原本的剧情中，林恩也是无法打败赞恩的。不过有了我的介入，再加上我对游戏的顶级理解，或许可以改变结局。一想到这里，我默默打开了系统，愤怒情绪点已收集完毕，开始抽奖。我用10点愤怒值抽奖，结果抽到了荷尔蒙之剑，据说它可以对异性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。眼看林恩已经落入下风，我只身向前大叫一声，林恩，我来做前锋，你快蓄力大招。临近对方的瞬间，我立马召唤出了荷尔蒙之剑，粉红色的剑芒让人蠢蠢欲动。我不断的挥舞手中之剑，被打中的赞恩此时也是鸡血澎湃，欲罢不能。在他眼里，此刻我就是一只没有毛的白条鸡。我见时机一到，让林恩赶紧出手。林恩纵身一跃，七彩祥光汇聚手中，他大喝一声，发动了圣剑术，一柄巨大的光剑从天而降，直接将对手覆盖，耀眼的光芒照耀着整片大地。看来第一只 boss 已经成功攻略。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异响，转头看去，只见浓烟中矗立着一个黑影，竟把我的铠甲弄坏了。很好，你们成功激怒了我。赞恩双手持剑，血色弥漫全身，一头巨大的幻狼虚影从他身后浮现，挟裹着滔天巨力。赞恩猛劈一击，怒的巨浪将我们三人掀飞在地。赞恩一把提起奄奄一息的林恩，机会给你们了，可惜不中用啊。随后他一把将其丢飞出去，他走到雅的身边准备将其杀掉。此时的我已经遍体鳞伤，我大叫林恩的名字，让他赶紧振作起来，因为我很清楚他的体内拥有恶魔之力。随着我不停呼喊，林恩逐渐恢复意识，他强撑着伤势睁开眼睛。此时在他的眼里，赞恩就是一头恶魔，正要吞噬雅，对方的轻视仿佛一把利刃不停地刺激着林恩的神经。突然他站起身，自嘲地笑了起来，下一秒他双目通红，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怒吼，一道血光冲天而起，将他包裹其中。不远处的赞恩一脸震惊，但是在场的人只有我知道，林恩的体内住着一头恶魔，他是人族圣战士，体内却拥有恶魔血脉。眼看未婚妻即将死在面前，他投身黑暗，觉醒血脉。狂暴后的林恩赤手空拳冲向赞恩，仅仅一拳便让赞恩压力倍增，扩剑一甩与其拉开距离。赞恩再次发动狂狼之怒，此时的林恩也如同野兽般发出阵阵嘶吼，双方互不相让，急速冲向对方。相交的瞬间，天地为之色变，巨力将两人震飞出去，而后两人再次互相冲撞。片刻后，赞恩深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眼下首要任务是先干掉雅，他脚下发力，佯装冲向对方。临近林恩的瞬间，一头岩石幻化的巨狼拔地而起，直接将林恩吞入口中。而就在这时，我出手了，魅惑之剑劈向对方，仅是一个照面，赞恩就中了我的魅惑之术。而就在这时，狼头颤抖，巨石瓦解，砰的一声，林恩挣脱束缚，他拳头紧握，径直冲向赞恩，蓄意轰出的一拳直接打在了赞恩的腰间盘上，一拳之威恐怖如斯，赞恩只感觉有些透心凉，整个人便倒了下去。见此一幕，我也是松了口气，但紧接着我便看到了林恩饱含杀意的眼神。糟了，狂暴一开，谁也不爱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还未回过神来，林恩已经急速向我袭来，我的秀发被他抓住，眼看对方就要下手，我赶紧用剑割断长发。林恩的拳头已经蓄力完毕，他猛地打向地面，恐怖的余波将我震飞。就在他准备再次杀向我时，我发动了雷龙技能，他与雷龙纠缠到一起，而我则是头也不回地跑向雅。现在的林恩只有雅的进化术能让他恢复意识，我赶忙唤醒雅，但这个傻女人还在问东问西。此时林恩已挣脱束缚朝我袭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雅发动了神圣进化，在进化之力的作用下，林恩两眼翻白，失去了意识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总算是结束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声鼓掌，真精彩呀！看来你就是雪莱吧？闻听此言，我心头一惊，因为来人正是七里士之一的龙亚巴巴托斯。我转生成了女反派，开局就碰到必死局。在看到我们三个青铜级干掉了黄金级的赞恩后，巴巴托斯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询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他们，他会给我权力、金钱和任何想要的东西。说实话，这样的条件不心动是假的，我他喵的穿越是来享受的，可不是拯救世界的。可我的身份又不允许我这样去做。就在我内心挣扎的时候，我突然被拉入了一个虚幻世界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我的身体居然回来了，而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我使用的肉体原主雪莱。我赶紧询问对方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雪莱告诉我这是他的内心世界。我质问他为什么把我拉到这里，现实中我是一个标准的社畜，最大的爱好也只不过是打篮球。雪莱向我解释，他们和玩家不同，无法选择自己的人生，在无数的死亡轮回里，他获得了一件可以将某人灵魂转移的东西，把我拉进来，他也只不过是想活下去。之所以选择我，是因为我曾经在游戏中被称为最强冒险者，他认为只有我才能拯救他。
这他喵的都是什么鬼？我只想回家呀。可不等我拒绝他，我就被踢出了内心世界。此刻我面对的是杀人不眨眼的妻离士。巴巴托斯告诉我，他只给我30秒的时间考虑，如果不加入他，那么他就会杀掉我。我赶紧亮出底牌，告诉他我的主人是海德利大人。然而对方根本不惧，他表示只要他拿到了永恒图书馆，海德利在他面前只不过是个弟弟。说话间，他已召唤出了法阵，准备将我抹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天空出现一道亮光，轰的一声巨响，浓雾中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。巴巴托斯，你还真是个急性子。来人正是阿诺德院长，有了他这个最强战力天花板挡枪，这下我就能顺利逃走了。然而不等我高兴，巴巴托斯打了个响指，克尔萨斯，开始吧。一道巨光冲天而起，将整座学院包裹其中。我一眼认出了这是克尔萨斯的永动结界，看来对方是要提前出手了。不过阿诺德却是一点不慌，他自信地表示闹剧很快就会结束。这时巴巴托斯已经按耐不住，率先朝阿诺德发起了进攻。一声爆炸响起，巴巴托斯已经自信地笑出了猪叫。然而浓烟还未散去，雷光爆射而出，巴巴托斯措手不及，直接被击飞数米。该死，难道这家伙一直在隐藏实力吗？这时阿诺德已经来到半空，身后凝聚出数个能量光球。巴巴托斯，我看你太过于自大了。圣光弹发射，圣光弹急速袭向巴巴托斯。巴巴托斯从混乱中逃出，但紧接着阿诺德再次指挥圣光弹追向对方。巴巴托斯暗骂一声，眼看就要被圣光弹击中，突然一个长着六只翅膀的男人挡在了他的身前，而此人正是七里士之一的圣光之争阿萨图恩。一个人对战游戏四大顶尖战力，马大师来了也得捂着眼走。话说就在阿诺德即将打中巴巴托斯的时候，一个长着六只翅膀的家伙出现了，原本的一对一变成了二打一，场上的局势瞬间变得微妙起来。但作为战力天花板的阿诺德，这也仅仅是让他有些费劲而已。很快他便抓住机会将巴巴托斯打落在地。就在他准备和阿萨图恩一较高下之时，空中突然爆射出一道紫色激光，阿诺德猝不及防直接中招，地面烟尘四起，爆炸声不断。巴巴托斯满脸笑意，出手的黑龙塞西利亚正是他提前安排好。浓烟散去，阿诺德全身被金色能量包裹。刚才的一击虽然让他有些狼狈，但并未伤及根本。他同样用轻蔑的眼神看着三人，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击败我吗？简直贻笑大方。与此同时，在不远处的一个高塔上，一名女子正手持弓箭，冷冷看着一切。她正是密林神弓艾丽尔风哥。突然她瞳孔泛绿，锁定了战场中的阿诺德，弯弓搭箭，一气呵成，绿色的箭矢爆射而出，眨眼间便来到阿诺德面前。阿诺德微微一笑，轻轻歪头，这种程度的偷袭太小儿科了吧。然而这时我发现箭矢的目标根本不是他，而是他的女儿雅。我大喊一声，阿诺德也反应过来，他脚声雷霆，急速后撤，箭矢从他二臂上方穿透。听到女儿的惊叫，阿诺德转头安慰道，别紧张，这种程度的伤还威胁不到我的生命。然而话音刚落，阿诺德就发现事情不对，他体内的魔力正在急速流失。没错，刚才的那只箭正是艾丽尔的秘术破魔使。阿诺德的脚下泛起绿光，一道道锁链将他困住。他深知自己已经无法对抗现在的四人，于是强撑着身体将雷电汇聚在手中，雷霆冲天而起，直接打在冰冻结界屏障之上，咔嚓一声，结界破碎。阿诺德转头对我说道，雪莱，你快带他们离开，圣堂那里有传送阵，别管我。雅还想说些什么，我直接扛起林恩拉着雅就跑了，祭天祭地祭祖宗，反正不是我亲爹，先逃命要紧。巴巴托斯笑盈盈地看着我们离开，嘿嘿，跑吧跑吧，老子早有安排，一会你们就能体会到了。别人祭队友，我祭别人爹，转生成为女人的我还没来得及让自己爽一把，就陷入了必死剧情中。我他喵的造的什么孽？拉着雅我们一路逃亡到学校圣堂，按照他爹的话，这里有一个隐藏的传送阵。然而我们刚到这里，就被一个巨大的身影拦住，对面正是七里会最后一人巨人王比蒙。看着比蒙，我一脸懵逼，本想着用嘴遁术忽悠一下对方，但比蒙根本不给我开口的机会，大斧猛地垂在地上，掀起的石头差点将牙给秒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背上的林恩醒来，他挥剑挡下石块，可面对一个昆巴比人都要高的巨人王，我们一点胜算没有。我努力回想之前的游戏剧情，我记得当初雪莱濒死之际，出现了一个叫做子的女人将他救走，于是我当场大叫棋子的名字。我这一嗓子把比蒙都给叫懵逼了，你不用虚张声势，叫破喉咙也别想从我胯下走。比蒙举起大斧朝地面一挥，碎石像是机枪子弹般朝我袭来。关键时刻，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她施展紫色法阵将碎石挡了下来。看到她的出现，我心里的石头落了下来，她正是我口中的恶魔之女。紫施展法阵将我们护住，她让我赶紧带他们去地下室，我也没有犹豫，直接往地下室跑去。很快我们便发现了传送阵，就在我们站在传送阵中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屋顶的天花板突然出现裂痕，下一秒紫和比蒙直接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。看到传送阵的那一刻，比蒙也是有些懵逼，他捡起石块直接施法，小小的石子化为炮弹朝着传送阵袭来，紫施展法盾阻挡，爆炸的余威直接将他打飞出去。还好我用身体挡了一下，不过这下也差点撞坏我的车灯。人已到齐，我让雅赶紧催动传送阵。这时比蒙将大斧丢了过来，紫立马施展魔炎弹加以阻挡，就是这么一下，大斧径直插入地中，但斧子上的力道却没停止，地面开裂，一道小小的裂纹将传送阵破坏。而就在这时，雅的法术释放完毕，一道金光闪过，我们消失在了原地。待我再次睁眼，我已来到雪莱的精神世界，他爬在我的身上，我一脸疑惑，
雪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没事，我以为你死了，想趁热。我一脸无语。雪莱告诉我，因为我的介入，故事已经发生了改变，希望我能为了我们好好的活下去。我自然没有拒绝。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因为传送阵的裂痕，我们已经传送到了游戏中的 bug 里面。我只穿了一条内裤，开局就惨遭一群哥布林强占。我夹紧双腿守住最后一丝防线，却意外卷入一场学院大战。好不容易逃出升天，我却发现自己掉进了游戏本中。醒来后，我焦急地询问系统这里是哪里。系统告诉我说，这里是游戏中未建模的虚无地带，若不尽快脱离，角色就会被环境同化。好不容易按照系统提示找到了离开方位，我却发现自己掉入了一片荒漠之中。我打开地图查看，发现我们被传送到了大陆的最西端。就在我准备和大家商量该往哪走的时候，沙子里突然窜出一只巨大的蝎子。面对35级的荒漠巨蟹，我只有跑的份。突然一道蝎尾刺向牙，关键时刻子出手了。然而由于他和比蒙的战斗中消耗了太多魔力，仅是挡了一下，他便被击飞出去。我赶忙上前营救，这时荒漠巨蟹已经俯冲过来，一弯腰我们便钻进了他的腹下。我指着巨蟹的昆巴表示，这里是他最柔软的弱点，只要来上一刀，我们就能脱困。林恩拿起武器准备下手，但这时子直接发动了魔炎弹，看来是刚才的那一下让他丢了面子，他要在这里找回来。荒漠巨蟹记了，我们也吃上了烤蝎子肉，肌肉味嘎崩脆。一顿饱餐过后，我们决定第二天到附近的城镇打探消息。与此同时，七里士也已成功攻占了阿诺德学院，而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巴巴托斯也顺利拿到了永恒图书馆这把神器。就这样过去了一周的时间，我们四人小队一路穿行荒漠，终于发现了一座叫做德塔的城镇。城镇内住着各式各样的种族，而且十分热闹。但很快我就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们几个人身上都没有钱，于是我灵机一动，带着大家来到冒险者工会。以我多年的游戏经验来看，这里一定有大量的工会委托，只要我们伪装成冒险者就能赚取佣金。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阿诺德战死之后，七里士扭曲事实，已将我们列为了头号通缉犯。变成女人有多爽，不仅可以随意检查自己的身体，研究人体构造学，还能正大光明的和同伴一起沐浴搓澡。这或许是我转生为女反派后的唯一福利了。话说我刚准备带大家去冒险家工会接一些佣金任务，就发现墙上贴了我们的通缉令。好在当时没人认出我们。走出冒险家工会，我偷了几条破床单将我们伪装起来。我向众人提议兵分两路，我和子去看看能不能偷偷接一些任务，而林恩则和雅原地待命。然而我还没走出两步，就听到雅的哭声。她要不哭我都差点忘了这女人刚死了爹。不过有她的未婚夫林恩在一旁安慰，我倒是不担心她做出傻事。一路兜兜转转，我和子来到工会。正当我思考准备接哪个任务的时候，子盯着其中一张纸发起呆来。我仔细一看，是收购沙漠巨蟹尾针的，报酬500布隆每根。我回头一看，子靖直接从裤裆里掏出了一根尾针。我当时是有点懵的，见过裤裆藏雷的，这么长的尾针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藏在身上。有了这笔钱，我们短时间内的食宿问题是解决了。当晚雅便提议要一起洗个澡，这还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刚要答应下来，就被雪莱拉入了精神世界。他警告我不许用他的身体做坏事，否则就让我的肉体变成无头鸡。我只好装作肚子疼让雅和子先洗。等到我洗的时候，我开始思考下一步的计划。如今以我这个角色的立场来看，只有回到恶魔城才是最稳妥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必须要先说服林恩和雅，毕竟游戏中他们才是正义的一派。洗漱完毕，我来到房间内将大家叫在一起，并向雅坦白了我和子的身份。果然林恩在听到我和子是魔族后顿时就炸毛了，而子听到对方直呼主人的名字当场也不乐意了。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，我赶忙从中周旋。我告诉林恩，虽然现在我们阵营不同，但是却有相同的敌人，那就是七里士。而且院长临走前特别嘱咐我，要保证你们的安全，我也绝不会食言。所以我认为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去恶魔城寻求海德利陛下的庇护。我的话虽然有道理，但让林恩一个正派人士到恶魔的地盘上去，他还是有些忍不了。我告诉对方，其实阿诺德院长和海德利早就认识，而且关系十分暧昧。可就算我这样说，林恩仍旧有些不情愿。这时一直没有开过口的雅站了起来，他表示选择相信我，而且他也想搞清楚自己的父亲到底有没有和恶魔勾结。有了雅的支持，林恩这条舔狗也不再乱叫。既然人已经搞定，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情报、金钱和实力。生物老师曾告诫过我们，凡事要趁热，做任务同样也是这个道理。看着贴满公告栏的任务派遣单，雅指着其中一个说道，要不我们去帮助农户挤牛奶吧。雅说的这个任务没有危险，的确很适合新手，但我却不想去做，因为我知道 NPC 每天会来刷新任务，其中就有一个是高经验高奖励的精英任务。果不其然，我们只等了片刻， NPC 就来张贴任务了。很快我就发现了今天的精英任务，讨伐沙漠巨蜥，获取完整的巨蜥结晶有额外奖励。我二话没说便撕下了任务单，画面一转来到荒漠之中，此时一头巨蜥正在啃食仙人掌。见到对方的那一刻，我大喊一声，臭蜥蜴赶紧过来受死。然而巨蜥看着我仿佛见到了一个傻逼，扭过头便又开吃起来。我怒了，叫着林恩就冲了上去。林恩的装十三剑法加上我的杨教授电疗大法，一个照面便让巨蜥倒了下去。就在我们以为任务轻松结束的时候，巨蜥膀胱一睁，怒吼一声再次爬了起来。终究是自己太菜了，我们三人立马掉头就跑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小子冲了过来，他手持法杖挡在我们身后，随着咒语念动，紫色能量开始汇聚。他大喝一声，法杖指向巨蜥，下一秒一道巨大的能量光柱从天而降。果然做任务还是得带个大号。我跑上前去将巨蜥的结晶拿了起来，还好没有破损。交了任务，晚上我们庆贺了一番。
不过想要快速离开这里，我们还得需要一份交通工具。我向酒馆服务员打听有什么好的工具，他告诉我们在沙漠里行走，滑沙车、骆驼和食草巨蜥是最快的，但最方便的还属滑沙车，只不过这东西太贵，当地只有富豪才能使用。听到这里我也是犯了愁，以前玩游戏级别高的时候都去做飞行坐骑任务，滑沙车这种又贵又费劲的工具我还真没接触过。不过试管婴儿下山坡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吃饱喝足，我们准备先回去休息。就在我们走出酒馆的时候，一个人族少女叫住了我们。你们好，我有滑沙车，但是我还有个委托任务需要你们帮助。好家伙，真是刚想瞌睡就有人递枕头。交通工具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一个平平无奇的小黑妞居然是整个村的首富，女孩名叫莎娜，她的爷爷是当地有名的冒险家，之所以找到我们是因为他在酒馆里看到我们交任务，十分认可我们的能力。聊天中他带着我们来到他爷爷的地下室，琳琅满目的宝物摆放四周，莎娜拉开一张篷布，一辆崭新的滑沙车出现在我们眼前。林恩询问对方到底想让我们如何帮他，莎娜拿出一张地图，他告诉我们他爷爷临走前说过，他把最珍贵的宝物都放在了一个遗迹中，然而他从小体弱多病，根本不敢一个人去冒险，所以他才想让我们帮助他。听着他的话，我不由沉思起来，这段剧情在原本的游戏中根本没遇到，而且像遗迹这种地方，冒险家工会也不可能有详细情报。虽然现在队伍里有小子这个外挂般的存在，但凡是不能总靠他一个人顶着。我回头询问其他三人什么意思，然而他们三个都表示想去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少数服从多数，接下这个任务。莎娜作为富二代，出手也很大方，不仅答应借给我们滑沙车，临走时还送了我们每人一套装备。第二天我们便跟着莎娜一同出发了。根据地图指示，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遗迹门口守卫的荒漠巨蟹，我们此时已经看不上眼了。有了新装备的加持，我们一人一只很快便清理完毕。一路前进，我们来到遗迹内部，但让我们震惊的是这里居然有人，双方都是一脸懵逼的看着对方。这时莎娜率先认出对方，这些人是赫斯塔教的人。赫斯塔教是一个新兴的邪教，他们专门亵渎其他信仰的神殿。我发动洞察之眼看向对方，前面的两个都是36级的人族异教徒，而最后面的那个是40级的大祭司。我的冷汗不由得冒了出来，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难道这里有什么大事件吗？而就在这时，前面的两名祭司突然双手朝天施展法术，下一秒两头40级的骸骨兵拔地而起，看来这一战在所难免了。邪恶的异教徒居然是个大孝子，为了能够拼凑出骸骨兵的骨架，他们竟然用上了自己爷爷的遗骨，果然是孝出强大。骸骨战士作为前排压制林恩，骸骨术士还时不时的搞波偷袭，这样下去林恩根本坚持不了多久。不过试管婴儿下山坡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对方既然是亡灵，那就一定害怕进化类的法术。我让小雅赶紧施展进化术，果然小雅施展法术的瞬间，异教徒脸都黑了，被进化术笼罩的两个骸骨兵顿时失去了行动力。趁着这个间隙，林恩施展了一套大开大合的剑法，直接将其秒杀。最后排的大祭司怒了，他单手高高举起，出来吧死亡骑士。在看到50级的死亡骑士时，我也是心头一惊，按理说召唤高阶死亡骑士需要自身等级高于召唤物，而大祭司明明只有40级，难道对方使用了秘术？我提醒众人多加小心，眼前的死亡骑士和之前赞恩是一个等级的。听到我的话，林恩也开始认真起来，他首当其冲杀向对方。但死亡骑士与骸骨兵不同，他们曾是英雄单位，因为死亡之力获得永生，其力量更是源源不断接近永恒。林恩现在虽然能和对方打个有来有回，但长久下去他的体能和精神根本支撑不下去。雅看准时机给林恩施展神圣术，死亡骑士膀胱一扫，直接对着雅发动死亡缠绕。然而他选错了对象，作为圣职人员，雅本身就克制亡灵，一个巨大的法阵浮现在脚下，进化之力驱散亡灵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林恩持剑上前，但死亡骑士的速度奇快，一个闪现便躲开了致命攻击。我知道这样下去林恩撑不了太久，于是他让小紫看情况动手，雅则继续释放辅助技能。安排好一切，我将雷龙技能压制到最低，对付死亡骑士雷龙技能根本造不成太大伤害，但我要的可不是伤到对方，而是制造烟雾。雷龙打在地面，现场烟尘四起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猛然从烟雾中窜出。所谓擒贼先擒王，对付召唤物最快的方法就是干掉他的主人。大祭司，拜拜了你。所谓擒贼先擒王，但我没有想到大祭司居然是个体魔双修的硬骨头。我手持雷霆偷袭而至，但对方仅是一个摆手便将我的施法打乱，紧接着一招蓄意轰拳将我击飞出去。这时他的两个手下也抽出匕首朝我袭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小紫施展锁链禁锢，紫色的锁链将两人困住。我大喝一声，强忍着身体的负荷发动了雷龙，两名小嘎嘎瞬间八分熟。就在这时，大祭司身后的盒子突然晃动起来，而且看他的样子十分紧张，看起来那个箱子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让小紫击火箱子，而在这时，大祭司再次朝死亡骑士下达命令，死亡骑士释放全部力量。随着大祭司声音落下，死亡骑士竟幻化出了第二把剑。我让小紫赶紧前去支援，而我则召唤出了荷尔蒙之剑。双剑流的死亡骑士的确很强，但小紫、林恩和雅三人完全可以牵制对方。我双手握剑再次冲向大祭司，可是几番交手下来，我发现荷尔蒙之剑的效果对他根本没用。系统告诉我说他的身上有抵抗异常状态的能力，好在我还有 B 计划。我让莎娜用绳索去套住对方，绳索飞出去的那一刻直接被大祭司斩断。而就在这时，小紫的魔炎弹也击中了死亡骑士，恐怖的激光能量直接将他打没了半个身子。大祭司一分神，我便再次冲了过去，本想趁其不备，但对方异常敏锐，两次偷袭都被他
他化解，但我真正的目的并不在此，而是他身后的箱子。等他反应过来，莎娜已经抱着箱子跑了出去。大祭司想要去追，但紧接着就踩中了地上的套索。没错，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我计划好的。大祭司被绊了个踉跄，我持剑再次冲上过来。大祭司挥剑阻挡，但我却直接将剑丢了出去。抱歉，我可不会剑术，但是我的雷龙可不是那么好受的。没错，以箱子吸引对方，再以剑术将其迷惑。雷龙所过之处，摧枯拉朽，浑身布满雷电的大祭司倒下了。这场战斗彻底结束，解决了异教徒。我们准备打开箱子，但是我发现箱子上的花纹好像从哪里见过。还不等我开口，小子手贱的先把箱子打开了。下一秒，一根巨大的触手从箱子内弹射而出。就在我以为危险再次来临时候，触手竟拦腰截断。原来在一开始他就被一道法震惊，断掉的触手开始萎缩，化为蚯蚓大小。系统提示：获得邪神的触须。再去看箱子，发现里面还有一本日记。莎娜拿起来翻看，里面没有太多内容，竟是他爷爷留给他的思念。或许对他爷爷来说，此时的莎娜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冒险家了。和女生一起洗澡多是一件美事，但是我却不敢。尽管我的灵魂是个男人，可身体还在别人手里，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变成无头鸡。在帮助莎娜拿到她爷爷留给她的东西后，她也按照之前的约定送我们去下一座城镇，而且之前借给我们的装备也一并送给我。坐着莎娜的滑沙车，我们来到了熔铁城。作为洛德兰大陆最重要的城镇，这里的守卫十分森严。据说数百年前，这里还只是一座山井，甚至东西两侧的居民都无法进行商贸。于是阿诺德先祖决定打开一道缺口。当时他们找来最顶尖的铁匠打造了一把魔剑，仅是一剑便打出了一道豁口。从此人们便开始从这里建立城池，最终成为熔铁城。不得不说，阿诺德的先祖还是很强大的。林恩告诉我们，他的父亲曾告诉过他，这里有一位十分牛逼的铁匠，所以他想去找他修复一下自己的武器。可是他说的轻松，身无分文的我们人家怎么可能接待？我决定还是先去冒险家工会碰碰运气。这里的冒险家工会比之前我们见过的要大很多，原因是这里居住着巨人族。就在我们准备进入大门的时候，一个酒鬼突然被人踢了出来。小雅圣母心泛滥，好心的上前帮他疗伤。酒鬼还想询问雅的名字，但我着急赚钱，根本不想管这些闲事，叫着大家赶紧离开了。来到大厅，一个身材巨大的巨人服务员接待了我。好家伙，这身材我就是把头都用上也不够啊。一番询问后，他把我们带到了人族接待室。这里的 NPC 身材就正常多了。按照林恩之前的要求，我们打算先找一找他所说的那个铁匠。林恩告诉前台，他要找的铁匠名叫格兰登火炉。 NPC 小姐姐带着我们来到一个水晶球前，一番施法过后，小姐姐一脸抱歉，她告诉我们城里根本没有叫格兰登的铁匠。没有办法，我们只好在公告栏上留下寻人启事便离开。回到酒馆，我向众人宣布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那就是我们的钱快用光了。然而他们三人，一个只顾着睡觉吃东西，另外两个只会播撒狗粮，对钱的事情根本不上心。无奈吃饭的时候，我只好叫上小子，准备去接一些任务。林恩和小雅闲来无事，便在城里闲逛了起来。两人来到一家装备店，做工精美的武器和衣服让他们大开眼界，但是货柜钱的价格表直接让两人劝退。店员小姐看两人光看不买，也是换了一副嘴脸。就在他们快被对方赶出去的时候，林恩询问对方认不认识一个叫格兰登的铁匠。小姐姐没好气地回道说，铁匠没见过，但是酒鬼却知道一个。有了这个线索，两人很快就找到了酒鬼的家中。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林恩口中的铁匠大师竟是一开始遇到的那个酒鬼。连传说级铁匠都无法修复的武器到底毁坏成了什么样。话说林恩和小雅找到了格兰登，但是让两人意外的是，对方居然是之前遇到的那个落魄酒鬼。在看到林恩的武器时，格兰登一眼就认出了林恩的身份。魔剑阿里泽尔曾是剑圣雷欧哈特的佩剑，后来传给了他的关门弟子，也就是阿诺德学院的首席林恩。这种事情对于一个精通打造的铁匠来说并不算什么秘密，他让林恩两人先坐，随后便看向了小雅。小姑娘，昨天谢谢你了，看来你就是阿诺德那个毛小子的女儿。见对方认识自己的父亲，小雅的话也多了起来。格兰登告诉小雅，他认识阿诺德的时候，对方还只是个黄毛小子。那时候他风流倜傥，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直到遇见了雅的母亲。格兰登夸赞小雅不仅继承了他父亲的才能，还拥有他母亲的善良。随后他话锋一转，告诉他们学院的事情他已经听说。听到这，林恩立马起身想要解释，但格兰登表示他不相信那些消息。阿诺德他是了解的，尽管他可能和魔族有勾结，但绝对不可能对他世代守护的大陆有异心。见对方没有敌意，林恩当场跪下，老爷子，都说男人膝下有黄金，您就收下我的黄金为我修剑吧。然而格兰登当场表示这把剑他修不好，他拿过魔剑轻轻一弹，只见一道道蓝色和红色的回路相交在剑身上。格兰登告诉林恩，这是魔法回路，至于红色的部分相信不用他解释，林恩也知道其中的原因。没错，这正是林恩化身恶魔时造成的。想要将魔剑接入魔网，就必须在母剑旁边进行魔力共振，而那柄剑此时正插在赤脊山脉中，据说那里有一头叫做群山之主的魔物，至今无人将他击杀。林恩这边麻烦重重，但我这边却是出奇的顺利。当初和林恩分开，我便带着小子去接任务，还不等我仔细斟酌，小子这个愣头青就撕下了奖金最高的那份任务，捣毁山贼山寨，抓捕山贼头目。这女人还真是不知好歹。我们两人前往任务地点，但没想到山贼居然是住在山上，爬到一半我的体力就吃不消了。然而小子却是自顾自的走，很快我就发现他不见了。忽然我前面的山头传来一声爆炸，其中还夹杂着山贼的惨叫。我呆了，好家伙，
看来回去得多给他加两个鸡腿。等我找到小子的时候，任务已经被他做完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一块石头后面有异响，走近一看，居然是一个小人族的女孩。我上前询问对方的情况，结果语言不通，对方只会说英格历史，我听不懂，对方也没有什么威胁，于是我便将他放了。然而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被我放走的这个女孩竟然是小人族族长的孙女。男人献上西夏黄金，恳求老人为其修复武器，却惨遭拒绝。而我只用了一瓶陈年老酒就将其搞定。老头是矮人族最出色的铁匠，现如今世上只有他能为林恩修复魔剑，可修复魔剑需要的母剑正藏在山脊之中。我知道对方是个酒鬼，于是花重金买下老酒送给对方。果然一瓶酒下肚，格兰登表示可以为我们带路。不过临走前我注意到巴巴托斯也在寻找这把母剑，而且还在任务栏上发布了公告。不管是为了林恩还是阻止巴巴托斯，赤脊山脉这一趟是必须要去的。跟着格兰登，我们来到了赤脊山脉迷宫。他提醒我们，这里不仅有大量的魔物，还有难缠的小人族。很快我们便迎来了第一波魔物，30级的魔狼。这样的一般魔物对于我们现在的队伍来说已经不够看了，三下五除二，很快我们便清理完毕。然而就在我们以为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，一只巨型蜘蛛便盯上了我们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拉入了雪莱的精神世界。雪莱告诉我，现在我们已经被蜘蛛抓了起来，想要活命就得听他的。他告诉我说，要学会使用他本身的能力。听到这里，我恍然大悟，雪莱这个角色不仅是擅长伪装，更重要的是刺杀。长久以来，我只把重心放在了雷龙技能上，却忽略了他的本命技能。然而我还没多问两句，雪莱直接把我送了回去。果然，我睁开眼睛就发现我们已经被蜘蛛包成了粽子。我赶紧打开系统查看技能天赋，和我想的一样，雪莱这个角色更适合隐匿。我将技能点全部分配到暗匿者技能栏里。下一秒，隐袭中的蝉技能被控强制脱困，这个技能太适合现在的处境。这时巨型蜘蛛已经发现了我，我咧嘴一笑，直接发动烟雾技能。这个技能可以有效的阻碍对方的视野和感知。三下五除二，我将其他几人救下。我提醒众人，烟雾马上消失，赶紧做好战斗准备。这次我们有了防备，再加上我学会了新的技能，很快在我们四个人配合下，巨型蜘蛛被我们搞定。与此同时，一群小人族的士兵正在巡逻，突然山洞内的震动引起了他们的警觉。小人族